Hello guys， 欢迎回到天山频道，我是你们天山。那今天也是有更新在我们 CODM 的，它的里面有一个限时优惠哈，有没有看到我们致命香水的新女角又出现了哈？史诗级的女角华丽报道，哎，大家应该也有看到哈。那我们就开始先介绍一下这次的抽奖活动是怎么样的，好不好？先进去看，它也是分页的方式，这边有活动规则，我们先点选，在里面选择一个高级宝箱啊哈。好，想着你想要大奖，想你这里就女角啊，其他两个根本不想要啊，哈哈，没有看一下。好，然后选择你要的一个角色之后，点选它之后就可以去做抽奖。那每一次抽奖可能都会有 CB 去用，应该会不一样。每一次都是 80% 吗？每一次都是 80% 吗 ？OK， 如果每次都 80%， 我待会愿意花个十次吧， 800， 对不对？那你直接到我是所谓的对。哎，想省真省嘛，能做就中，不会做就不会中，我就给他十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就给800 CB， 好不好？选择 OK， 保证获得这个哦，再80抽，所以我要80抽才能抽到它，这么难？8864，需要6400金砖 CB 才可以，6400才能抽到哈、哦，才能抽到这个女角。哇塞，这也太久了，每一次35抽，不是吧，每一次35 CP， 它上面刚刚写80，现在变8，哦，基本是35啦，那高级的话是30，是80，好，那我就10次 OK， 好不好？准备第一抽，等，我觉得这个不用了，好不好？ OK， GO， 好，对这种人骄傲，继续第二抽。我是不是抽到第二个好大奖，蓝色的大奖？好 ，OK， 好，1.5%几率有点太低了。好，继续第三抽，啊，可以，第四抽，呀、啊，好，我还有六抽，好，第五抽，啊，太难，第六抽，第七抽，第八抽。第九抽，啊，我需要冷静一下。官方，不要这样子，我知道我什么枪都抽不到，但是人物至少让我中个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一抽，好，我的最后抽，准备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好，以上就是我这次的高级宝箱的抽奖齁，10抽，一每抽都是80 CB， 这是我们女角，新的女角齁。啊，好吧。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天山。Goodbye。